孙氏太极拳推手，他的风格特点跟别家有不同之处。因为孙中山，他出了五本书：形意拳学、八卦拳学、太极拳学、八卦剑学、拳艺出身。说他称自称体系，称一代宗师。说他的武学成了武学文化，他的太极推手，他有平推，以三体为基础为根基，画平原儿，他带，因为他是懒扎衣嘛，那损失太紧着呢啊，他带走啊，平原儿前进后退啊，左顾右盼，说他形成八加五，前进后退左顾右盼加中定，中定就是孙家的风格，他的特点啊，就是重心。不能离什么不能离开中，它这个平原是带脉啊，带脉。平原它是还可以活步，它进啊，它我这一进，它就退，变换方式了。这手是踏着护着中。平原，他挥了以后，他是大指用的大指的力点带动他，把对方力，他来力给他卸了，卸掉以后，他再反。对方进步，啊，我再退步，啊，这手是平原。左右手，他的打手跟别家风格不一样，别家一分这么打，孙家风格一打手就是。就是挤，阴阳相错，他这护住他的中线，这才推平原。他这俩脚要相接，要接近，目的是他这有起啊，他有停起，离太远不行。他的孙家峰他往下坐，他是属于压板嘛，压板进嘛，他的。蹬踩进，他踩力，后脚的蹬力踩，平原。全凭意念，披覆赶超，根据对方的力，走，啊，他快，比快我快，比慢我慢，我近身，他撤步，这左右，手中总带他自己的中线，交叉。他在进步，我在退步，这是平原，裸带可以裸，带使都可以扑，这都可以。他这个平原，他的立弯，大手相接，啊，他就是这种，他的风格，因为他孙家的风格嘛，就是三尖相对，三点成一线，手尖、臂尖、脚尖成一线，三角支撑力，往上去。上下立远，就是目的往脸去探着，对方来了以后往我探了以后，我给带下来，走任督二脉，啊，走任督二脉立远，刚才是带嘛，立远，我近身，他退，往中去，就往他中线去，啊，手自己中线。要松柔松缓慢均匀，再上步，上步，而是他在埋我的脚啊，这是往里趟，啊，可以往外，这都行，往里去，啊，往外，裸带，因为他这有裸带，他往上挂院以后，他的力点，他在交叉处，十字交叉处，等对方变化走。他为啥抻肩坠肘？抻肩坠肘力大，其实是坠肘力。以坠肘力，他穿导到梢底，他一带，他就给我带过去了。他往脸扑，哎，带他用小指的挂力，用小指的挂力，要均匀。力儿往下带，哎，裸带，是吧？用小指的裸带。啊，成抱果报成，
又冤，俯视呼吸，他的理论啊，跟形意把握态的理论都是沉肩坠肘、含胸拔背、提纲挈领、气沉丹田、虚灵顶劲，理论是不能差的，圈里就是一样的。裸带立耳，我进身，他侧身，交叉，主要后手就是防备着，他是衬托前手的，对方又是进来以后，这是立耳，他的椭圆，他的交叉，他走，因为他的八卦走，他可以走八卦，这个半身不走，他可以插他的肋下，他会走，会走就有破了。为啥说孙教叫肘不离肋呢？肘不离，他往这插的时候要坠肘，坠肘还不能丢，不丢不顶，粘连面碎，穿。往下穿，带，是吧？粘连绵碎，不丢不顶，挺进，却用皮肤感召挺进，用意，却没心意，下功夫，走，我近身，但这个中正要掌握住，不管怎么变，这中不能离开。那俩脚，俩脚后要往外扭，成个圆形。定步、活步，来回倒步。这回一穿掌，交叉，顶住它，阴阳相交，粘连、捻、碎、停、化、拿、发，掌握它的原理，顺它进走，顺它这滑道，走。可以踏，可以走，这肘粘住，封闭要严谨，折叠，我上步，撤步，好，这是单腿，单腿手，三体式，站定，站定中定。彭丽简，一务必把这肘给它吃住，孙家的方格，腕子给它吃住，画平圈四合，这撑着、捧着、松开，涌动起来，做胯，涌动起来，不使力气，用意放松，才能感到对方的。力点要来，上步、撤步，这是捧住、持住，他因为他是八卦原理，他穿掌、接打、起钻、落翻。这回你再上步，我再撤步，这四合手，四正。也四正，捧，捧力夹嘛，捧，捧它是撑，要撑力，它捋要轻，它反手都捋，它都往外，它都捋，它捋要轻，因为我捧的力大，它捋能够捋过去，但是不要过这力点，捋要轻，挤要横，它这挤呀，它就是，它跟别家不一样，别家是这种风格，孙家风格是这个风格。三角支撑力，三点零一线，它奥妙在这儿，捧要撑，我要撑住力，它捋要轻，我挤要横，捧着挤按，那变变腿可以随意变化，现在我们俩是走这一个方向，先画道，先把这圈儿先画出来。我上步，他撤步，买他脚，他就退。你上步，我撤步，是活步，这么叫定步，进步就是活步。这回变换方向，走这边的圆儿，
这边吃住，一定要吃住他，不要跟他谁走手走，吃他这关节。哇，往上钻。他上，你上步。哎，我撤步，这又回原位的步伐，就把这方向变过来了。这叫四合四正，烹驴结案。他过来，他烹，就虎扑抱虎推山，啊，孙家抱虎推山，坐胯，后坐胯，他往上烹力，烹，我捋要轻，因为他烹，他撑着力，两臂往外撑，他我捋要轻。一含胸就捋，捋要轻，都会顺悬崖。啊，捋回去。他碰我捋，我捋，对方要挤，反手都挤。啊，他往这一挤，孙家犬分哥在这儿呢。一挤，我就用按，用按破他这挤，按用腰弓往下，往下透顶。啊，不怕他力大，啊，往里按。这四合，啊，可以活步的推。随意这手的变化，四合，烹驴挤鞍，踩要湿，踩就是拿法啊，就孙家这是孙家的风格，啊，他顺着劲走，顺劲走，他这个一吊腕以后，他这个手啊，他捏住他，沉住他，这随意是手打，对方他肯定有变化。他一遍都走，他都一送，一送就走啊！这是孙家之彩，啊，孙家之彩，脸要精啊！这个脸，你看这是孙家的脸，他脸要精，脸是往下去进，把对方恨不得给他扎在地底下去，因为他捋是平，顺向捋是平的。脸要惊吓他，啊，就会千斤坠地呀。肘要冲。刚才那个烹驴结鞍呢，它是为四正脚，啊，为四正，活步的。踩驴肘后呢，是为四余脚，八卦嘛，四正四余，加中定，前进，后退，啊，左顾右盼。这次八加五啊，太极十三式。肘要冲，这肘它是肘梗，不见得非得说是肘尖打它，捻住就行。这它捻进，这上这都可以啊。说是肘要冲进。孙家的风格，它的技击原理就是钻翻。起位钻，落位翻，啊，拦扎一。哎，他顺着进就踩拿，啊，顺着进就裂，啊，顺着进就裂。随意的他推这个肘，而是这也是，也不是目的，而是摩擦到打到他的根节，打他的肩节以后，任他就出去。它的作用就是，对方不管使什么力，啊，随便使力啊，不，对，它的反弹，它是反作用力。你看，哎，啥？它自然的膨胀，啊，很松的肌肉软，才能肌坚刚。它在这柔化，它在这的变化，靠要崩，烹驴结鞍。为四正，三六肘后为四余。刚才说里要精啊，肘要冲，靠它要绷紧，紧，啪，啊，靠要绷。这是刚才我是肩靠，它可以是胯靠，啊，是胯靠，是吧？啪，啊，它都是绷胀力。它这个三体式挺关键。啊，四六劲儿啊，三七劲儿啊，他这个，他脚他往上，
他这个蹬力挺好，孙家风格，他就是踩，他这个往上踩力是一个，他因为损失太急，他有个风格，他是半木根，打进全门半根，啊，就这半木根，在就奥妙就在半木根，一定把肘给他吃住，撵住，他不管什么变，你随便变走，是太极，你随便变，你看他不容他。他有散推，孙家的，活步散推，很自然，画圈、离环、外圈，这摩擦、拧翻、转窜、粘着走，很轻轻松松的，用内力。按进，等着对方来力，等着对方来力，松摊，摊抖，他都别来力，一来力，他这个自然这个太极推手啊，他的奥妙就是反弹力，地球的反作用力，他得踩上力，穿倒上来，一喝的，肩胯要松要缩。要往回抽，他的孙家风格抽，而是手在往头去。来，你，他的风格，你虽然推过来以后，我手往回抽，而这手他可没闲着，他是往前去了。一喝的，等他的来力，但是他不给力，不怕，叫他的力。给他点儿，他肯定变，哎，他肯定变，他变完了这个，哎，这打这个松摊劲，松抖劲，让他找不着咱们的力点，但是咱们可以停住对方的力点。这退手奥妙就全民听话，对方他都别理，别他都别给劲，他都别给劲，他给劲的弹出去，粘住是推手，的太极人。孙家粘住是对手，不粘就是散手，你还得离开就是散手。探倒，很自然，很轻松。你看他的孙家风格在这儿，他偷手，你看。孙氏太极推手告一段落，现在讲解这个活步活步推手它一种变化应用，怎么去变，怎么去走。假设现在王辉旋转，他拉住我以后，这不太极有捋背胳膊呀，是吧？但是一定要松肩坠肘，可千万别支，一支就让人给背住，一定要坠肘。坠肘，这个就可以反打，可以拐一肘，可以拉住他，这是一种方法，这边也如此，是吧？这边拿着以后，要折叠，要折叠，多种变化，随机应变，他又拿出来，又背出来。要顺他进走，还不要支，支了都已经射了。顺他进走，这一脚可以扫他腿，也可以插他，都可以变化。但这有助劲，不扫的时候要扣。但这个变化要穿到后，穿在眼，还有起钻落翻，就出去。活步就是随机应变。假如把对方背住以后，他也要变，你要这儿要一定要这儿持住他，一定要持住对方这儿，持对方以后，他发力，他是肘不怕，他是肘不怕，他肯定要变化，要失肘，这肘可要松了，可要松了。
蓝大衣，啊，还是蓝大衣。很简单，嗯，这个啊就是如履长安啊，如履长安他麻子劲他因为太极他本无法，动就是法动就是法。搞他马。看，根据对方变化，推，随便走，看，要给他打出去。活步四合，这叫四合。他随便进，随便怎么发，随便怎么发，随便怎么发，守自己的中线，打对方的中线。这俩脚是随意变化的，俩脚，随意变化。这俩脚来回倒步、活步，顺着就走，走，任意对方变化，平着进，推手就是挺进。披服的感召，随便放啊！看我是踩住他了，很自然，也很轻松，损失他一推手，练势是有法，推的时候是法无定法，无形无相，这步一定要持住他步，持他步，一错。就走。假设我这个不迟着他，我这一发力，他一发力我出去，发力他我肯定出去。这儿要迟住你发力，这手不要离得早，尤其这一手不要挥太早，你挥太早，他这手，而且随意变，迟住，给他迟住，随意怎么变，随意怎么变。腕关节、肘关节，都给它持住，就这么打轮，就这么画。这种感觉，这个肩一松，是吧？他的力，他来了以后，他仿他的是关节。其实这个很关键，其实这么一看都明，他吃的是他的关节，走他的关节，吃的这关节。吃的关节，说他不得势，他才不得势。一个反弹压晃力，他按到晃上来，这晃啊有点神作性。这孙家风格，这个神作性，带反弹，就叫化打，一化，就打，一化就打。来回变步，很轻松，很自然。对方随便发他我没告诉努力，连他没告诉努力，你得顺他力子走。再打这边轮，左右换。撵他，这手撵着去，错着去，撵翻，滚动，打他根儿，专打他肩颈，损失泰拳的风格特点，他吐出了都是，就是找他关节，沾手就走，就送，打跟节。很自然，
对方随便发力啊，顶住！我这捧着呢，因为他推的我，他往后退，他按到慌上来，我这是个慌啊，他是个慌，是吧？等他的力一拉，他是探倒立，是吧？手撑腿。你看这个力呀、啊，摘手啊，厉害的散手，他随便摘，他的太还可以踏。你看，你捧住他，捧住他，不怕他乏力，要撑住持住。他因为这个含胸啊、缩胯、缩肩呢，他理儿是空的，他找不着点，他找不着点，膨胀，膨胀他，啊，他一鼓荡，丹田气一鼓荡。他肯定不让我，他不让我动，他不让我动，是吧？顺着他劲走，捋，顺他劲走，所以这回往这边走，这儿一定要护住，推他这个肩，顺他这劲走，他不管怎么捋，啊，有这么掰的，是吧？假设你走这个劲，顺他劲，就靠他。持住，他这脚是自然埋住，啊，顶他，啊，这抬腿手，变化是无穷的，啊，随便动啊，随便变啊，来来来，穿他，啊，他都别来，他就别来，啊，顺他劲的走。很自然，也很轻松，不用有多大力，就是顺劲顺对方的力，就打他根，轻轻的，他过来了，随他劲走，他力往哪边去，你就往哪边走。全凭平，跟他走，你看他又变了，变了的可以往胯踏他，全别支支压折了，这儿，就可以走拜师傅讨了，把挂了，持他的腕，持他的肘，一定把关节给他封住，给他封严了。你看，很轻松，啊，也很自然，啊，也很自然，啊，对方随便使啊，看，啊，是吧？啊，这都可以，只要你抻肩坠肘，啊，含胸把背，提肛卸领，气沉丹田，做到自然，啊，做到自然，他的随心所欲。哎，嘿，你看，就顺他走。假设他还踩住，很自然的踩住，看了没？看这儿了没？使劲，使劲杵下来，啊，使劲杵下来，顺他进，顺他进，啊，不要扭着他进。他这个呀。刚才呀，他推着我肩以后，他我这弹簧，因为他的力倒上来以后，他我抽缩，这抽缩得反弹，啊，得反弹，啊，他就出去。随着他一推手，大捋，啊，大捋和这个火步变化。大捋手啊，损失它的特点，它就捋转，它反腕，俩手捋它的这个腕部跟肘部，你带我的肘部，
捋，到底走不？哎，他非得有八卦的基础，没有八卦这个基础，他走不灵。走，翻翻，捋，翻翻，走捋，这回一穿，捋这一面，反面捋他，他反面捋我，跟着他走，顺着他走，这大捋。哎，八卦船长，他这个大捋非得走出他的活步来，那个技巧。损势太极这个大捋，它的作用，它的要领很多。这个反腕的时候，要裸带，这小指，无名指、中指、食指、大指，它要裸带。裸带以后，后手，这个左手，也如勾芡一样，如履带，因为孙家的他都是挥手如勾啊，履带。过来以后，要吞吐，吞，后脚要踩住力，要踏实，要虚实，后脚力在后边，它已经串倒上来了，地手反都串倒上来了，这一捋，他的反腕，哎，他又反腕，对方他又反腕，他就捋我，捋我的时候，他带的时候要顺着进，他不管他往哪边走，不管他往哪边走。要有八卦的汤尼布，过来，不要支，这叫这手不要支，支了它就给你背住，要松肩吹肘，松肩吹肘，塌腰，塌腕，做胯，松抻，捋，走，跟着他走，跟着他走，又反，又开始捋带他，这个捋的时候，变化有撅撅臂。有撅臂，有撅腕儿，有撅腕儿，捋，还可以肘部，因为它捋的变化，它捻劲，因为太极它是捻劲，给它捻过来，它反过来反手，哎呀，它捋我，我跟着它走，这手后手一定要跟住，一定要跟着走出八卦步来，跟它。八卦步来，要反手，要带，带，旋转，旋转，哎，跟着走，翻转，不翻转的情况下，捋，大捋，大捋就是活步，跟过去以后，这个手它的变化，它很关键，在这儿，这变化，捋。转圈捋，八卦步，反手捋，跟着他走，不要被动，跟着他走。这个他把八卦步这个穿掌，挑，挑穿。你看孙家东西，挑穿，顺他进，一定顺着进，一定顺着进走，螺旋，这手要偷。但是变化那可以的，这么走了，是吧？他肯定摘我这手，一摘这手自然脱开脱腕，很自然的。这手往里穿插，穿这他接了，这手往后一抽，他都捋了，是吧？你看这意思，你看，多简单的，他不得不松，他不得不松。捋，要反，反捋，你看，还可以绕，穿，要松开，走，那边，你看，很轻松的。很随意的。
那手，啊，不要牵着。它的滚动，它的滚动，我给使个力点大的，你说，他就是，他就过来，就是螺旋呢，铝啊，大铝嘛，就是螺旋，折叠，来回来去，嘿，一穿，一绕，走弧形。旋转着走，十字交手，总也不能离开中，总也不能离开中线，总也不能离开中线，铝旋转，穿，还可以变狮子长嘴，还可以做片掌，一捻呢，这一捻。一压一踏，就射，随意变化一下，破坏对方的中线，这手务必缝住，因为他的手往，他要往脸去，往肩去，要瞅着肩，要瞅住，要挺着他，这回得罚，擦，啥？反手，反手都跟着捋，跟着，他这么反，这么反，很随意的，就是拧翻转果，这跟入蛇一样，入蛇一样，不能支，绝对不能支，回肘，坠肘，抻肩，做胯，做胯，做肩。翻肘，他带跟步，跟人去插裆里去，或者买着去，走，看就这个腿背着，这不，就是捋过来了。旋转，旋转，旋转。很自然的，这大驴，可以往下坠，坠，往下带它，而不是往上去，往下带它，也往下溜啊，要溜人似的，走，往那边捋，往这边捋，给它弄出去，随手就会了。不要往这边捋，这捋他那手要打对方，往这边捋不行的，是吧？避他那手，一定避他这手，裂他，往远裂他，往远裂他，往远裂他，很顺其自然的，对溜这方向对溜，倒回步的寸步，要寸步，跟上那步，随他变。这大礼就结束。这一节讲解三步推手，随意打手，三步，很随意的，很自然的滚动螺旋，摩擦，产生的那个力学原理，这就是杠杆，这就是杠杆原理，这杠杆原理，它还有一定的角度，45度角为最佳角度。它有一定的角度，阴阳啊，阴阳相合啊，任它都得出去，发力，太发力变化是无穷的三步，手也是散的，很随意的。
用我的肘部，它随便滚动，用我的肘部。哎，你看它，我不停的运作，它找不着点，啊，它都别给劲，它就别给劲。你看，它给劲，这个点就变，啊，不停的改变力的方向。随意自然啊，看，这脚一踩，力往下一沉，一沉劲，一鼓荡，而不是我的身体在走，在运作，而是我的丹田，丹田在这鼓荡，丹田在这鼓荡，它传导到四肢八节，给它卸脚，是吧？刚才它已经软了化了，但是给它掉这边，它掉这一脚。他掉他的脚，摆动，虚实分明，诱敌深入，诱敌深入，引进落空，把对方的手引进来，让他落空了，鼓荡。脚底下一定要走汤泥，一定要走汤泥步，因为这个汤泥步走下来，它稳，气它能够沉下去，沉到踝骨，沉到踝骨，走，走出这个踢拉劲儿来，是吧？你看，冤呐，太极是冤呐，就是走冤儿。粘连绵水，粘着粘着它，碎着它，碎着它，走，看，看，封闭一个眼睛，给他，你看，发，不停的滚动，让他找不着点，让他找不着点。推手的目的就是破坏对方重心他的目的就是破坏对方重心，因为破坏对方重心，我才掌握我的重心跟跳舞一样，很轻松，但是要松沉要松沉松沉，他的力点他能可以传导上来，无形无相，随意。随风摆柳一样，手法你看是那变换手法，它中间用这中间的滚动，把肩要松开，关键是肩胯要松开，你肩胯不松开，发力是不行的。他绕的中线也不怕，都随他力道，我都随他走。他耐怎么发怎么发他耐怎么发怎么发，命门命门往后撑等他的力，等他的力往上一冲，就是炸力就是一种炸力就是一种炸力。这自然，他这步他都这孙家风格，他自然他就哎呦他就到那儿。看他的变化很自然的变化，让他力发不出来。那他卷住手里，你要松开，你就刚才的，你要是不松开，他卷折了。那顺他就走，顺他。这回他碰着，左右左右摔他把他这个重心给他打花了，打散了有的对方装功是不错，给他打散了，打花了喽，你才能拔掉他的重心再拔掉他的重心。
随便进手啊！嘿，看啊，随便进手。他那叫王二石，随便让谁让他扑啊，那让扑，他扑也走也进，往身扑是吧？扑也进，还再扑，嘿，再来啊，嘿，滚动，不停地摇晃啊，让对方找不着点。抻肩坠肘，松抻，一按他，一麻死他。就这么一个小动作，这个脚这地儿有个给他使个小地儿，往这儿裹抱撑，你裹抱撑，撑一体，一个弹簧似的，他就得动，就给他变成点。进退，刚才这个动作，我要闪着的，他都已经给我扑出去了，这的。这得捧起他给他含胸啊，因为含胸他亮啊，他有亮，一定的亮度，他可以化解对方啊，可以化解对方，不能挺胸，要含胸，把背撑，要站着他，要站着他。给他，你看这劲，你看。给他，破浪去，跟大浪头一样，一浪一浪，是吧？进退，你看看，你看，为啥这俩脚裹抱的声呢？他冤了，自己首先这装冤了，但是他不得势，他不得势，是吧？他不得势，我就得势，我就得势啊！还脚打踩一不留情，你看。为啥虚实要分明呢？前脚虚实转换，不用费力气，不用费力气。吸他，无形无相。看他到位的时候，要抢他的意，抢他的点。形体要松，高度紧急，集中精力，神意。他这也讲电呢，他这，他怕吃住了，他往法这儿，这儿打，把这儿他这，转这儿，这儿打。他不管他哪儿的部位，自己他都找这个电，这力点是吧？这他倒别推，他拱我一下子，拱不怕的，你拱一定挣扎一定要收缩，臀吐，开合稳刚柔，臀吐开合稳刚柔，不停改变的力的方向，转动。缝住对方，这都打，这都可以打，他缝住了，缝住这手，他粘住，他拧不放，他拧，碎他拧，你看，碎他拧，他立子上他一来，过，走，他已经对手收势。